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，这里是实施战争模拟器奥特曼大乱斗。好的，答应大家的视频来了。上次我们看到龙卷风的迪迦实力非常强，那么这一次我们请出来了我们的暗黑迪迦奥特曼，与他碰一碰，看到底这两个奥特曼在这个游戏当中实力谁更强。然后数量全是十千名，觉得暗黑迪迦奥特曼的获胜的评论区预测打一波一。觉得我们这一个龙卷风迪迦奥特曼能获胜的评论区预测打一波二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镜头拉高高，就对着我们这个中间线，三二一，走你。好的，我们的暗黑迪迦奥特曼和我们龙卷风迪迦奥特曼正在打在中间场啊，感觉双方实力很均衡呀，朋友们，中间线一直都没有怎么变过啊，大家发现了没？一直就在中间线啊，只有小范围的那个你退我进的状态。我怎么感觉龙卷风迪迦好像更强一些，在这个游戏当中这么厉害的吗？龙卷风迪迦奥特曼，哇哦，不是吧，这个游戏当中龙卷风迪迦奥特曼比暗黑迪迦奥特曼还厉害呀，有点东西。我们不管这里，我们先去市区看一下啊。市区暗黑迪迦奥特曼好像已经拿下了绝对性的优势了，朋友们。暗黑迪迦奥特曼还有这么多，我们这一个龙卷风迪迦奥特曼数量已经到了极限，但是外场我们的龙卷风迪迦奥特曼好像更多哎。看见了没？这边龙卷风迪迦奥特曼都要包围暗黑迪迦了啊！感觉暗黑迪迦奥特曼好像没有什么反转的机会了呀，已经包围了，朋友们，已经包围了，跑是跑不掉了，朋友们。不知道市区那边怎么样了啊？来，我们看一下山坡这边什么情况？哎，这边还有很多暗黑迪迦奥特曼呀。来看一下这一波对碰怎么样？哇哇哇哇哇！龙卷风迪迦奥特曼的实力要远强于暗黑迪迦奥特曼呀！还有这么多龙卷风迪迦奥特曼，来看一下上方。哎呀，这边山坡后面还有这么多！哇哦，龙卷风迪迦奥特曼居然比暗黑迪迦奥特曼强这么多！我原本以为暗黑迪迦奥特曼已经是够强了，朋友们，结果跟我预想的还不一样。好家伙，龙卷风迪迦奥特曼更强呀，而且强的不是一丢丢，贼强，朋友们，这个词应该用的没有问题，我觉得是贼强。龙卷风迪迦奥特曼这一次又取了胜利，下一期视频我们得给龙卷风迪迦奥特曼安排厉害一点的联合对手，朋友们，这一期视频只是单独的一期番外视频啊，测试一下暗黑迪迦奥特曼与龙卷风迪迦奥特曼实力碰碰，但是现在结局已经很明显，龙卷风迪迦奥特曼远胜于暗黑迪迦奥特曼啊！好的，这里城四方应该是暗黑迪迦奥特曼的最后一点了，已经被两面夹击啊！要不了多久就会全军覆没。OK， 战斗已经结束，给我们胜利方一个特写啊！这里有个电线杆啊，电线杆挡住了，我们给这一个、单独的龙卷风迪迦奥特曼一个特写。你猜对了吗？龙卷风迪迦奥特曼胜利了。那么支持瓜牛哥帮瓜牛哥视频多多点赞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